而且我们假日几乎就是不是在泡温泉，就是在往泡温泉的路上。懂得享受生活，良心作家小童老师还有个爱他包容他的先生，去年更是欢庆20年辞婚，没想到幸福的生活此时却抹上了阴影。今年3月15日，小童老师在脸书公开自己中了千王，他罹患了俗称癌王的胰脏癌。面对来势汹汹的病魔，小童老师乐观地说，感谢老天给了我预告期，比起猝死离癌，至少让我还有时间去安排，去思考剩下的人生该做什么。直到离癌之后，小童老师甚至冷静到联络银行理专安排遗产规划，视讯员工安排接班事宜，连持续被他助学的孩子也没忘记，联系了基金会安排后续的捐款。这一切看在她老公眼里格外心疼，红着眼眶说，你不要硬撑，想哭就痛快哭吧。但小童老师至今仍没流过一滴泪，他说，因为悲伤忧虑无济于事，何必浪费心力。小童老师的坚强来自童年的遭遇，他小时候家道中落，为了帮家里还债，从高中开始兼任家教。高中某天出门忘记带便当，返家却看见妈妈在吃剩饭，那一幕深深烙印在小童老师心中。他当下告诉自己，绝不让妈妈过苦日子，所以考上大学后就拼命赚钱。90年代末期，被出版社包装成文坛四大天后，经常受邀综艺节目，又主持广播节目。之后又开设医美诊所，近年来更涉足房地产投资理财。当年那个家道中落的小女孩，靠着自己的努力，拼出了上亿身家。做任何事情都一定要做什么像什么，绝对不能半吊子。其实我在很多的人生的每一个转捩点的时候，其实都不被看好过。我做医学美容诊所，没有人看好，大家都觉得你不是医生，你怎么可以开一个诊所？但是我相信自己做得到。所有的医疗的东西，我比医生还努力的去上课，还努力的去学习，让医生可以对我服气。在所有人不看好的状况之下，我觉得我还是选择对的路。而且在我选择对的路往前走的时候，其实我是准备好的。尽管拥有上亿身家，小童老师没有财大气粗，依旧保持温和谦逊。面对自己的个人公关，还总是用您这样的敬语，更不吝啬称赞对方，让身边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他的温暖。小童称，生活活得自律且严谨，工作劳碌而压抑，老天终于看不下去，不得不给我来个惊天棒喝，用胰脏癌大魔王来收敛我这工作狂魔了。没有这记重击，我这金顶电池可能永不停息。离癌后的小童老师被切去胆囊、胆管、12指肠，还有一部分的胃和胰脏头，不止身上多了30公分长的伤口，也将进行长达半年12次的预防性化疗。而根据电脑断层与正子摄影检查，小童老师的癌细胞没有转移，但之后每3个月必须检查一次。小童老师说，我虽然不擅长打怪，但是我是神力女超人，有迎难而上的高昂斗志与信心，还有台大最强的医疗团队，我相信即使关关难过，我还是会关关过。谢谢你们陪我一起打仗，我真的真的很幸福。